你们好，今天星期一，美国那边放假，去这边股市，先给你们上个星期的给你一个美股的回顾，然后呢，这个星期要注意的事情，美国股票呢，上星期一的走势很强，但是呢，到星期五的时候，到最后那道琼斯也是跌了，走到上。跌了38,814.26，纳斯达也跌了50.28，然后到12,998.5，然后 S&P 500呢也跌了0.92%，到37,768.25，这个 S&P 500的周期破以500了，就这首次在上个星期里面就下跌。然后呢，美国的 yields 那个十年的那个 treasury 那个 note 的就降了20个 basis point 啊，然后 bitcoin 呢就跌了6.2%啊，这个但是呢也是比上个星期来算降了10.25%啊，油价呢就一直上去呢，就回到10个月的新高到50多块以上。这个工作没有工作的数据呢，就还是没有很好的，因为就96万5千，然后就比较预期的79万500，大约现在呢有1800万美国人呢都拿那个救济金，不一定是受益救济金，因为如果你是做生意餐馆的，你没得救的话，你也可以申请政府的救济。所以当时这些人加起来就有1800万，所以就说了，现在美国经济是很差劲，虽然股票市场还是很强劲，然后呢，12月的销售指数呢也比预期的差，就说因为你也听过故事，就是说因为这个疫情问题啊，人家不能出去啊，店都没有开门啊，所以就网上嘛扣目没有那么多啊，所以就遵循这个数据。就没有预期那么理想了，然后呢，现在全世界有9,503万的人，就有9,503,000的人有一个疫情，然后230万的人走了，然后美国呢就有2400万的人。就中了那个，有2400万的人就有疫情，然后有40多万人走了，所以这个疫情呢最厉害的时候呢，一天有4000个人的人从医院呢就跑掉了，就走了。然后呢，最近呢，这个 House 就说要弹劾这个这现在的总统普川，这几天这就不是我们美国的总统了，因为呢就因为害怕这个就任仪式之前呢，有时候 Republican 的共和党的党员还会生事，所以现在呢有两万个警察两万个。不是警察 ，military 就是官军人，都在华盛顿那边准备就绪，有什么事情突发事情的话，他们就会处理。然后拜登呢，上个星期四的时候呢，就说了那个1.9的 trillion 那个经济方就这经济的方案，但是问题玩一家呢，就已经预期。也是出脆脸，所以没有什么 surprise， 没有什么好了，所以股市呢就受压，然后呢还有银行股市，银行呢 JP Morgan 宣布的很好，就是销售量跟它的赚钱比预期好，然后其他两个银行其实销售量没有那么理想，但是它因为把那个不被放在那边那个 financial statement 里面的 income 的这个钱，所以呢他预期那个 earning per share 就是赚钱有比预期高，但是股票呢就受压JP Morgan 跌了2%，然后呢 Citigroup 跌了7%，那个 Wells Fargo 跌了6%，然后有个药伊利利里呢就涨了11%，因为他发明一个新的药。
然后呢，就弄那个chip processing chip 跟 Intel INTC 就涨了5%，就涨了50块以下，因为他说他的CEO 要下台了，他的领导要下台了。然后 GameStop 这个游戏玩游戏的公司，卖游戏的公司涨了93%，最高的时候，因为他就有钱那些投资者都扎进他的 board director 里面，所以这个公司就看他会转型还是改组就会让他变得更强，然后呢，ExxonMobil 这个油公司 XOM 呢，就得了5%，因为他受调查要调查他怎么计算他的油的 reserve 油库里面的那个钱是怎么算在那个这个数字里面，然后呢，Postmark 就是 POSH，就是新的一个股票，他就刚想着 IPO 的。虽然星期五跌了19%，但是它比预期第一天上市的时候高了很多。然后这个最厉害这个 TSM，台湾那个这个在做这个 semiconductor 那个 chips 的 TSM 呢，就占了2.9%。预期它因为它的应该预期来说，它的宣布它的业绩会很好，因为现在小鹏汽车啊。那个理想汽车啊，那个维理汽车 NIO 也是要用它这个 chip 去做它这个车电动车里面一些 automation 里面的事，所以呢，然后玩游戏了也要用它的这个 chip，然后这个苹果手机啊也用它的 chip，所以呢，它的业务了，就涨了好多好多，所以它的预期来说，应该会涨得很好。如果你要看它的股票，它从90块爬到130块，就是一个月的时间里面，然后它赚钱也赚了33%的，近一年，2021年的明年的时候，然后好多律师的。零元呢，股票呢，上个星期一开始都是涨，但是这星期五的时候都微跌了很多。这个礼拜呢，有三家股市公司要宣布业绩，就 Netflix、Intel 跟 Schlumberger，所以呢，这个股票市场，玩家应该会看他们的生意怎么样，宣布怎么业绩怎么样，就看的股票会市场会怎么样走了。我自己个人觉得呢，因为星期三这个拜登就要上任，基本上升一官上任的时候，应该都让他股票涨上来，因为他不能，如果股票市场都不涨的话，现在经济很差的话，那就让人家觉得没有信心，觉得这个新的总统没有用。然后他宣布了1.9个 trillion，人家也不觉得不太好。然后他也可能要宣布这个戴口罩的措施，因为现在疫情在美国还是全世界最严重，虽然有疫苗了，但是疫苗可能要6个月到9个月的时间才能出去，人家才开始打，所以达到80%的人有要打这个疫情一针，所以呢。如果他不能回到正常的状况的话，现在好多餐馆还是关门每天也死那么多人，然后经济这个工作也很不好找，就是有1800万人没工作，所以我觉得他一上任的时候，应该会说得很好，然后也跟人家打好关系，然后也可能最大一点就是他会跟中国可能会再谈这个 tariffs 的事情，那个税的问题，所以呢，他如果能解决的好的话，大家都会赢的话，那美国经济才会上去，那个好消息。最少就知道阿里巴巴跟腾讯现在都不在 delist 里面，那个股票就他们就上涨了，所以这个关系在2021年前一年是很关键性的事情。他能不能把疫情弄好也是很关键的事情。然后第三个就是工作，怎么可以让有更多的工作？因为其实他给了2000块、3000块，我们交税，美国人交税很重，所以
基本是很快就还给政府了，所以重点就是要有工作。所以我希望，我觉得这个礼拜的股票可能星期二，因为亚洲里面星期一都还好了，今天不知道怎么样子啊，所以就应该带动这个全世界的股票的走向。星期五了，就是趁机会，这个银行宣布有压力，不太，还有这个销售量不好啊，还要又再拿这个疫情高啊作为理由，就把股票涨低。但是现在有好多分析员呢，你要那些分析呢，你要看得很清楚、很小心，因为他说好的时候说得很好，说得不好就说得很差劲，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平行的，用你自己的judgment 去确定你。我跟你讲的，你可以说也是用一个作为参考。我觉得这个股票是应该整个礼拜会涨的，然后呢要再看涨幅来定。希望你喜欢我这个视频，如果喜欢的话就给我一个赞，谢谢。